你跟他有仇啊？还是？哎呀，他跟你爹很好哎。他曾经抱过我，
要不是我趁机脱身，现在还轮得到你吗？哼，这个混账东西居然敢抱我的大美人，好，杀！第二，先退兵后澄清。啊？你说什么？退兵？哎呀，你在开玩笑！我说的最正经不过，官军里头有我的朋友，我们能让他们受到伤害？哎，不行不行，绝对不行！不行？嗯。不行，我就不嫁。哎，你要不嫁，我就杀你爹！你，哼，多少女人，不用打算逃出我老张的手掌心。哼。我就不相信你能站住。知书达理，要不是没证据，要是敢用强，我就死给你看。使不得，你可千万不能死啊。你说吧，你有什么条件我都答应，都答应。哎，你说什么时候退兵吧。好，先杀古南月，再退兵。今儿晚上就成亲，我等着做你的新娘。哎，嘿，哎，哎，来人呐，是，把古南月给我找来。是。站着干什么？还不许找！主任，您放心好，张将军营帐是一个接一个，五步一个岗，十步一个哨，小姐她走不出去的。她是走不出去，可是文不明，她是来去自如啊！啊，文不明。少香，你上哪儿去了？就要做将军夫人了，我不会跑的。我问你上哪儿去了？到大帐去见张将军。张将军？去见张将军干什么？就要嫁给他了，总不能说连他什么样都不知道吧？我不相信你为这个你去见张将军。爹，您要听实话是吗？你说你究竟为什么去见张将军？爹，您着什么急呢？我会嫁给他，您不会受到任何伤害的。飘香，你究竟是……我去跟他谈条件。条件？什么条件？我要他先退兵后成亲。小姐，你怎么能这么做呢？我为什么不能这么做呢？官军里头有很多我的朋友，我不能见利忘义，不顾朋友。这不是见利忘义，这事关重大。张将军对我他会怎么想呢？爹，张将军都答应了，您着什么急呢？难道说他就不知道事关重大？不行，我不能让他这么做，得找他去。爹，别忘了，要嫁他的是我。少香，你要不要听听我这第二个条件？第二个条件？第二个什么条件？杀古南月。啊！您真是聪明一世，糊涂一世。我假张将军之手杀了古南月，让您少一个竞争的对手，不是更好吗？这
爹，别着急，别管人家的闲事了，安心等着做您的岳丈大老爷吧。元霸在，走，是。将军，你找洒家有事啊？嗯。将军，是不是为了那个办喜事的事情啊？哼，这个不用你操心了，我自己会办的。老实说，我不要你做，我还不是照样成亲很多次啊？是，那将军找洒家来，是为了？我是想问你对我的忠心怎么样。那还用说吗？哎呦将军，咱家对于将军呢、可是一向忠心不二啊，虽是赴汤蹈火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辞的呀。哼，我不要你什么粉身碎骨赴汤蹈火，我只要你能够给我舍命就行了。这将军，你不是说你能够为我舍命吗？将军，我不要跟我开这种玩笑吧。混账东西，居然敢抱我的大美人，我就要你的命。将军，哦，这岳父老大人，你不要害怕，这不关你的事情。好，我即刻下令退兵，你赶快去给你女儿好好打扮打扮吧。这天怎么还不黑？这天怎么还不黑呢？喜儿，你就不能够静一静？公主，我是着急洛姑娘吗？你以为只有你一个人着急洛姑娘？喜姑娘，你不要着急，吉人自有天相。禀姑娘，贼兵拔营退走了。这怎么说？贼兵拔营退走了？是的。哎呀，会不会是洛姑娘？徐姑娘，咱们去看看。好，走。拔营撤走了。好，各位先等一等，我去看看。徐姑娘，公主，这还要问吗？必是洛姑娘说动了她爹。洛姑娘可能说得动她父亲，可是她不一定能够说得动张三勇。还有可能，洛姑娘说动她父亲，张三勇见情势不对，又怕腹背受敌，所以就赶快搬兵逃走了。这倒有点像。要是这样的话，洛姑娘马上就要回来了。哎，真的哎。
文娜，你有没有看清楚，到底是谁呢？徐姑娘，你不要担心，那个尸首不会是骆姑娘，要不然我老伯爷那么镇定。徐姑娘，小燕子说的对，不是骆姑娘，是谷南月。啊，谷南月？那么，谷南月是怎么死的？背上擦了一把匕首，两肋中了四箭。 照这个情形看起来，是死在张三勇手下。文老，怎么见得呢？张三勇的禁卫是有名的黄衣剑士，个个都是剑术高强，而且个个都是阴险狠毒的。可是文老，张三勇怎么会杀了谷南月呢？谷南月跟骆金山都是名列四大家。 会不会像赵姑娘所说的，骆姑娘说动了他爹，张三勇迁怒于谷南月，凶性大发，就把谷南月给杀了。但愿是这样的。七公主，我现在要改改我的说法，骆姑娘不一定说动了她父亲，很可能说动了张三勇，然后利用张三勇，就把谷南月给杀了。 然后再搬贼兵替咱们解围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那骆姑娘的牺牲是太大了，她一定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。我的看法跟七公主完全一样。此事我不敢说。骆姑娘，纯义。 下令出警。是。慢着，徐姑娘，骆姑娘还在张三勇的手里。七公主，真要像你所说的那样，那还有谁能救得了香姐呢？可是，咱们不能够给她任何的伤害。好吧，那我就按兵不动。 除恶务尽，必须要把他们给扫荡干净，然后伺机出击。对，我的意思又是跟七公主一样。好，就这么办。好，姑娘，前面不远就是县城了。 再也没有什么土匪了，姑娘可以一个人放心的走了。李大哥，那你呢？啊，姑娘要继续的往西投亲，我嘛还要追杀那邓虎。可是我的亲戚又不在这个城里，过了这个县城，那我怎么办呢？ 姑娘，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，你我只是萍水相逢，我总不能陪着姑娘到你的亲戚家吧？嗯。哎，李大哥有要紧的事情，我当然是不敢这么奢望了。不过前面就是县城了，为什么你不进城去歇歇呢？这邓虎尚未复发，这地方上就是永无安宁之日。 这样一来，又不知道会冤死多少无辜的老百姓，我怎么能够安心的歇息？李大哥的精神实在是叫人佩服。不过，你只是要去找邓虎，你并不知道那邓虎是躲在哪，对不对？不错。那你又怎么知道那个邓虎不是躲在这个县城里呢？啊，哈哈哈哈，姑娘。 这县城里边人烟稠密，耳目众多，他怎么敢躲在县城里？李大哥，最危险的地方
往往也就是最安全的地方。如果我是邓虎，我就会找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地方躲着。姑娘果然是高明，看样子我是被你给说动了。好吧，那么姑娘，我就陪你进城吧。请。是要吃的，我都两天没吃东西了。再说，好不容易到了县城里，找到了一个能吃东西的地方，难道你忍心不让我好好的吃一顿吗？这，好吧。李大哥，你别这么愁眉苦脸的嘛。等我吃饱了之后，你就去找邓虎，好不好？也只好如此了。有人没有？哎，来了来了来了，来了，哎来了，哎呦，客官，哎，你们吃点什么呀？能吃能喝的都拿出来吧。哎，马上就来啊。李大哥，我常听人说，这些地方进出的人最复杂了。你是行走江湖的大侠客，你不会不知道的。说不定你在这儿还真能打听出点什么呢。哎，但愿如此吧。酒也来了，菜也来了，您喝上。伙计，哎，我给你打听一件事情。土匪有没有打你们这儿经过？哎，这几天呢，城外头好多人呐，直奔西方而逃啊。那官兵把守城门呐，土匪呀又把他们冲进来，那官兵追得这么紧呐，土匪一个也没留啊。这土匪都过去了，一个也没留下。一个没留下，可是。可是什么？城外头烂子岗子，又出两条人命，有说是闹鬼的。有说是土匪在那儿啊，官兵去查去也没有什么下落呀。没事，去吧。哎，是是是。大哥，我们都听见了。我想不会吧，天下哪里有这么巧的事。不管是不是，去看看总不多余。再说出人命总不是好事，你是位大侠士，如果能把这件案子破了，不也是除暴安良，为地方上做件好事吗？来，我陪你喝一杯，给你解解乏。啊？怎么，你会喝酒？我不会，也不喜欢，辣得要命。可是，我总不能不陪你喝点儿。你多喝，我碰一碰就好。真难喝，我真不懂有的人为什么就好这个。你自个儿喝吧，我饿死了，我吃点东西的。哎，可怜呐，原来也是好人家的女儿，正是无忧无虑的年纪，却落得个家破人亡。像这么一个好女儿家，叫我怎么能够撇下她不管呢？可是我要去诛杀那邓虎，又怎么能老是这样照顾她呢？哎，我怎么这么困？真是太累了。
以我这身武功来说，我不该有这种现象。难道说是这家店？姑娘，不要再吃了。李大哥，你怎么了？这家店。轮不到你动手。二姑娘，巧儿，扶她到里边去。是，快。哎，是。为了不让他起，我费了不少心思。二姑娘，咱们就在这儿把他给杀了。你们都出去。是。我这双手，连我异母同胞的亲兄长都没碰过，没想到让他。他对我毫无戒心，我害他，他反而劝我，心地善良，我怎么能趁人之危呢？可是照他的武功，我要是不趁他之危，绝伤不了他。我不伤他，就救不了哥哥。鱼藏剑下，哥哥一定是难逃一死。可是，他代表的是朝廷，是都帅府，是宫里，是正义。我能杀他吗？我该杀他吗？这儿好像是南岳，他怎么会？大概是邓虎手下的黄衣剑士。这么说，驻扎了。古南岳死在黄衣剑士的剑下，一定是邓虎，一定是。
李少侯不知道是不是有找到这儿过。不管了，我杀邓虎跟李少侯杀了他没什么两样，我欠李少侯的原本就该还这笔债。浑身绵软，不能动弹。真是好人做不得，姑娘果然是高明。哼，你只能说是我哥哥的命大。姑娘，你可要放明白，从古至今，在下就没听说过一个做盗贼的能逃过国法的制裁。你，哼，你现在是阶下囚。死在眼前，你还敢？哼，少来这一套。我可以告诉你，在下可是威武不能屈，要是怕死的话，在下也不会单人独剑的追杀那邓虎。只可恨在下一时不慎中了你们的奸计。什么叫奸计啊？所谓兵不厌诈，你跟我兄妹之间本来就是勾心斗角，决一生死。暂时我是不会放你，气也好，急也好，都无济于事。希望我们能够像朋友一样心平气和地谈一谈。心平气和地谈一谈倒是可以，不过在下可要告诉你，汉贼不两立，正邪如冰炭，要是让在下和你做朋友，那可是办不到的事。我不跟你争辩，我也不勉强你什么，只要你平心静气的。至于你愿不愿意做朋友，随便你。我叫邓明珠。哼，我告诉你，诱骗徐都帅，逼得徐都帅自觉殉国的，不是我哥哥。嗯，在下记得你曾经暗示过在下。你不相信？也许不是他呀。但是要是没有他直接的受命，他的手下绝对不敢这么做的。哼，所以这前前后后无数的血债记在你哥哥的头上，那是绝对不会错的。我并不想跟你为敌，我只想把这件事情解释清楚。如果你一定要认定是这样的，我现在就能杀你。你是可以下手，不过你可要明白，我李德威虽然只有一个，但是这普天之下为国除奸的正义之士可是大有人在。你杀了我李德威，也不能让你哥哥逃得了活命。哼，你何必这么慷慨激昂呢？这也是没用的，你何不放轻松点？你给我住口！你要搞明白，目前的国家正在危急存亡之秋，内忧外患交迫之际，你叫在下如何的放轻松？就我所知，你有好几位红粉知己，你要是心情沉重，怎么能谈儿女私情呢？哼，你可是弄错了，他们可都是一腔热血忠义之士，
他们也是助我为国出奸的人。我只相信一半，你懂吗？不懂。以我的脾气，以你我的立场，我制住你就该杀了你。为什么该杀你而没杀？你懂吗？不懂。我在男人堆里长大，跟着我哥哥东奔西跑，从没把自己当女孩，我也没有女孩的扭捏作态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。现在我告诉你，我喜欢上你。在下可是无福消受。我知道你当我是个道理，这也没关系，我不会计较这些。我自己也知道这是不会有结果的。你倒是有自知之明。我是有自知之明，不过我也要请你放明白的，你现在落在我的手里，一切都得听我的，你得乖乖地任我摆布。那可是不见得，情之一字可是无法勉强。你可以控制在下的人，但是你无法控制在下的心。我并不要你对我动情，我也不要你喜欢我，我只要你跟我在一起过一些日子。那恐怕是办不到。谁说的？如果我现在躺在你的身边，你是能躲呢，你还是能把我推开？你简直是无情，是不是？没关系，我替你说了。你刚才说我是个贼女，你现在却又说我无情，你这不是过于苛求？新人打扮好了没有？我们是奉了将军之命来催人的。你等一等，快，马上就好。看看究竟。我知道你们一定会跟来的。哎，老姑娘，这是干什么？文老，请转告徐姑娘她不要以我为念。我就要成亲了。张三用，文老已经猜到了。哎，我真是忍不住，我要骂你爹一声。姑娘，你这样的牺牲，这……一个弱女子，又能做点什么？值得的。哎，姑娘，我不来也罢。
既然来了，我怎么能眼睁睁看着姑娘？姑娘，跟我走吧。我不能。这，哎，姑娘，我已经解了，我们也跟来了，现在正可以一举而击溃张三勇啊。我知道，可是我爹在这儿，叫我这个做女儿的何以自处？我不这么做，他老人家不会信。落女寸心，还望文老成全。哎，姑娘，可是。你叫我去，怎么能就这样走呢？文老高人应该以大局为重，许都帅能以死殉国，我落飘香何独不能牺牲？落姑娘，良辰吉时，古今忠孝烈女，姑娘是头一个，请受我文不明一半。文老，快请起。文老，您这是折我。再进去催催吧，等急了将军，我们可担待不起。好吧。见过夫人。还没跟你们将军成亲，现在叫夫人不嫌太早了点儿。是，是你们将军叫你来催我的。是的，回去告诉他一声，恐怕还得等一会儿。这个嫁出门去总有些规矩礼数，现在女方为大，一切都得听我的。是。我家的祖宗牌位，女儿在这儿向爹辞别。离大营没有几步，以后还会见面，辞个什么别嘛？免了。不，礼不可废。女儿叩谢爹娘生育养育之恩。乖女儿，快起来，快起来。乖女儿，你这是女儿家要出阁，心里多少有些难过。说的是。
谢元吧。属下在。我走了。以后要好好的照顾你的老主人。小姐，您放心，这本是属下分内之事。还有，乖女儿，你要不是嫁到远处去，以后还会见面呢，为什么交代这么多呢？就算是近在咫尺，在女儿来说也是恍若天涯。不会呀、啊，张经理一个人有没有公婆？难道你还怕他将来不叫我们父女相见吗？那倒不是，而是……好了，乖女儿，不要叫张将军等久了，我陪你过去吧。啊，走吧。莫飘香，拜别老父，预赴大帐。真的要跟张三勇成亲吗？文不明赶回去报告消息后，徐慧敏、七公主他们会怎么样呢？李德威被制，邓明珠表明情怀，他又会把李德威怎么样呢？请继续。